练赛，你不随便给他上上强度啊？脑子都给他，我直接飞黑暗封印出门。黑暗封印还是多蓝剑吧？至于黑暗封印出门吧？给他点面子。我黑暗封印已经出门了。啊，好的，我操！我操！黑暗祭祀，欢迎来到黑暗封印。勾人吗？西哥，勾勾勾勾勾勾不了了，勾勾勾勾勾，不用学打们，你女警，我跟你说，永远学 Q， 女警永远学 Q。这有人，打野机器人刚好。这有个，这有个，我都说这有人，我说这有人。啊，你忍菜的口拙呀？没辙，追太远了。我说了吗？我是打野机器人，我想留个 W 技能。朋友们老让我勾，哎，我这一波不带队不团队了，把 T E A M 忘在了脑后，脑子里面只有个人的利益，我开始。哦，反省的不错，就这么地儿。OK， 就这么地儿吧。好的，别让你了。哎，能不能帮忙多打一下野？我打不过。你笑什么？你又笑什么？同桌怎么动都不动在？你不是笑什么？不是我，就是就是。轰轰啊！轰轰在笑啊！我怎么不是同桌啊？刚真的是轰轰在笑，受不了了！哎呀，刚真的是轰轰在笑。朋友们，我学 Q 吧，我同桌可能会上啊！没事，我给他带回去。哎呀喂！啊，没事，他妈的开局被蓝 buff 输了。走走走走走，我真的笑死了。没事，朋友们，我二级直接抓下。哇！哎，干什么？来，谁？谁怕谁？哎，把他们俩都杀了！杀杀！哎，杀！再杀！我有蓝 buff， 永远不要害怕。三，哟！我好像打不过他，怎么办啊 ？OK OK， 别碰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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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碰线炸了！我碰什么？我补尾刀。你补这一刀，你知道这一刀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小兵要往他那去啊！你再说，我就不上线。把刀给你补完了。操！怎么叫人啊？有格局的东西。哎，你红没了，C哥。没事，给他。哎呀，推线嘛，有什么关系 ？OK。怎么两个 AD？ 搞什么？我这怎么啥都没了？哦，这明明是辅助啊。这个屌英雄有点难搞耍啊！嗯，哦，感谢俊俊，嘿，早点养猫哦。能量在上升，嘿，嘿，嘿，我给全部补到了，亏。他妈不要脸了是吧？他这不技能控完了？哎，我操！我在 Q 什么呀？我 Q 到他，我是把他杀了呀！我在 Q 什么呀？我不知道啊，你在 Q 什么啊？我刚当时我正好右键往前面点了一下，然后我 Q 想 Q 他的时候，正好我拉扯了一下。完了，我感觉这波小鹿回来了，我还跑不掉。哎，算了，无所谓，死就死吧。没有 buff 的机器人，不如不玩游戏。哎，啊，怎么地？你怎么不往我盾里走啊？哎，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一记回头 Q 还能消耗两个，还能把他杀了。哎。对，我靠，他打我怎么这么痛啊？哎，这不洗了吗？不好跟伤害，没有跟伤害，蓝了。剑圣重印就三下，别卖他，别卖他。哎，不是，别卖他也别卖自己啊。不是，我真没卖吧 ，C 哥，我真没卖吧。这两个人头你该杀吧？你是真男人。我真的心里有团队，你一句别卖他，我必不可能往后退一步。没事，他死了，我毙了。啊，我打不中他怎么办？这小没事干什么？他把他杀了，我操，完美！这波中路的线我在吃，但是我的线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你的线你没吃到，我吃。我出有双还是出皇冠还是出卢盾啊？有双啊？真的吗？猴哥给点意见呢。永你也可以出卢盾，永双啊，永双。要不然直接，要不然直接卢盾。哎，这个轰轰有发言权啊！你把我这个逼线搞成这样，我怎么玩呢？什么？没事，
小法师出什么装备？出那个破碎的那个皇冠。他那天发育了23来分钟。问他，一个 Q 不是个人，就出那个皇冠，出那个皇冠。波神，小心，看这里。没事，这一波我反蹲。他只要上来他就死，他只要敢 Q 你他就死，但是小心啊，这有个这个四角兽。三级开始蹂躏他们，你 Q 到我这一个 W 加 A 加 E 加 A W 加 Q， 他直接蹂躏。好猥琐啊！没事，我的跑。去，臭饺子！怎么样？怎么这么猥琐、啊？牛逼，牛逼，飞哥，认可了，太他妈的牛逼了！有水平的，实际上你的机器人我认可了。傲娇男童掉的一，哎，你的钻石魂心，搞得跟真的一样。哇啦哇塞，露娜，这老二玩的一坨屎，还他妈没带爆破，也不知道谁给点的，点了一个过度生长。枪管子红了，必须得狙一枪。算了，狙不出来。我上报一下。我去插个眼吧。OK。呀哈！呀哈！哎，呀哈！还行吧，猴哥。那个他又去你红了，你红又没了。哎呀，给他，我去他红。好嘞。不，波神你小心啊！小鹿等会儿可能从这出来，两个六级的野。我操，没办法，我靠，被他粘着不行啊 ！C 哥两个一滴血。下路的 friend， 这个没闪，这个没闪 ，C 哥。你杀那个。没事，兄弟们，虽然我们、啊我这个、玩的一坨屎，但是他比我们还一坨屎。完了，波神被人蹂躏了。没事，给他推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他弹了一逼，我这个上线传送直接杀他。我操！我玩的真的一坨屎。哎我操！我没伤害、啊。大鸟没按出来啊！哎，这杜城不吃白不吃吗？这不，丢、哎。我的伤害在哪里？这么文件吗？传、哦、那边是。我的伤害在哪里？哎，好爽，好多米。闭一下。啊！哎，嗯，哎，有点危险，我先走了，朋友们，晚安。没事，兄弟们，这个剑姬比我们玩的还大变，他是变中变，他都是那种不成形的大变，没变化。那叫西西变。回家了，我要。这小鹿啊，真他妈的！波神，我来，真他妈的讨厌！小心他意思。让他 Q 你，我就一句话。他不敢，我得回红红。指数，等他补这个炮圈的时候，就是他的时期。哎，不是，你推过，哎，你回吧，我不回。你不回要嘎的。哎，不会不会，塔下 C 哥要嘎来。OK。我马上出来。我知道他刚才要闪，我觉得刚才我应该直接一技能预判他是闪现，然后正好他 Q 技能 Q 到那一圈，然后他大不着我，我闪现走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无间带。哎呀，你先出这个棒子呀。来，就是这一波，能不能？哎，我钱还没有到。哎，下路不见了，我操！没事，中路。下路去中路了，下路去中路了，我发育了，哎、你们当心。我没 Q 到。哦，咋直接给大了呢？博神。我的。我的问题。我的。别，我的。
哎，真是这么团队。好像下来了，红红。大的。没事，我已经无敌了，我现在已经有点掌握这个英雄了。你已经无敌了吗 ？Yes。那我吃一波中路的线吧。啊，问个问题啊，这个我欠商店钱，这个我要还利息吗？那肯定得还呢。欠钱还钱。就是他的利息我也要还吗？那必须得还呢。那凭啥不还呢？那我早知道不就不超额买东西。不是，还归还，但是你这不是能提前买吗？然后你下波还可以欠呢，你就可以一直欠嘛。对呀、啊，来人了，来人了。啊。给我大了，我操！啊，你这来了来了，下路来了下路来了。嗯，这莉莉娅好恶心啊！打瞌睡了。好啥？哎，我操，这是什么？这我想杀莉莉娅，可以吗？我在干什么？没有大的，没有大的。有谁杀谁呗。我怎么我死了？啊！哎，我们这个推配合怎么跟一坨屎一样？为什么不杀寒冰，要杀莉莉娅呢？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博神，我的问题。不是，为什么不杀寒冰呢？你能给我个理由吗？因为你的 E 已经空掉了呀。E 已经空了，跟不杀寒冰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？也是。不要急，朋友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我排个野，能秒掉他吗？他已经是瓮中之鳖了，谁哥？好，瓮中之鳖，穿了。现在感觉扫描比以前时间短了。妈的，这个 W 老是那恶心人。嗯，你发育吧，波神，你要蓝 buff 不？下路有点烂啊，有点烂下路。哦，又来了，都是。这有个残的，追不死。我知道啊。现在就不一定了。给个治疗了还行，没带爆破真的是我一生的痛啊。怎么这些人这么喜欢抓瞎？他妈的，来来来 W， 哎呦呵，没事没事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哎呦喂，碰不着人真是操蛋、shit。一秒四个，我吓死了，太吓人了。哎呀哈，剑圣是闪了吗？闪了，剑圣不闪跟不过来。剑圣没大没闪现啊！我操！哎，太恶心了，这太恶心了！我去！哦，他来！这么夸张？嗯。哎，这一个剑圣能杀，剑圣没闪没大，我们这边中路杀他，来，他把Q还放了，杀他杀他杀他这个，来来来来来，完了。完了，下路爆炸！哎，也打不死呀！他 W 怎么这么快啊？谁？不是，你看一下我位置，我在排眼。我操！我寻思他没敢这么夸张，你知道吗？他上来挂个 E 就 W 上来就对着我脸上点，我来不及跑。下吧，我也玩小。
波神怎么不说话了？波神，专心玩，不想说话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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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救救救救救 ！C 哥 C 哥！救救救救救！又他妈有闪，操！三波闪现，三回，全是他。下把我也是打中单，我也没了。呀哈！掉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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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面掉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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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走了。啊！哎，怎么闪现啊？不知不饿。就把那个面条吃了呗，我把那个面条吃了。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停下是吧？好嘞，阿姨，吃饭好嘞，谢谢。哎，没事，我不值钱，我妹妹杀人数二层，有赚不亏。对吧？我一开始没出杀人机。怎么杀人数二层？我以为二十层了呢。他六百的那个赏金，你拿了就行，我不吃。我这把辅助，他奶奶的！哎呦他奶！哎呀他奶奶的！谁进的头像？谁？谁？啊 ，KL KL KL， 没有团队的东西。你不要急，你这样，你去吃这个蛤蟆，然后这个你跟林杠七是最没资格点头像的。不是，我再这么打下去，我要他妈的要上集锦了。哎，你为啥是零杠七呀？为啥呢？下路没少帮啊，没少帮啊，连我炸了。下路没少帮呀、啊，别急啊 ，K L。马上小胖来中路，怎么跟个天神下凡一样？别急啊 ，K L。没事啊 ，K L。想想该怎么办。想想怎么办吧，都是人。再不点，直播间有新 ID 了。他怎么又有大招了？我说了吧，还是蛮快的。我说了吧，说啥玩意儿？等我发育、啊，等我发育到一个小时出来 ，Q 一 Q 一个人。OK， 上路有兵线，给哥们一点时间。哎，帮点猴哥。哎，可帮。哎，完了、刚好他拍过去了。没戏了。已经是个死人了。不不不，死不了。大师收兵。坏了！大师收兵。我开大的时候你也开大了，好吧？嗯。给你 Q 吧。不是，你看啊、你刚才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这一波小龙团战去这里还没视野，形势不行，你可以先吃蛤蟆，这里摆个眼，然后再去。什么形势不行？没听见。我们这一波小龙去是不去，打是不打，形势不行。算了，去他妈的，不要了。他们打了。来，算了，杀了个剑姬吧。波神小心啊，一般都是他们。我已经开了。老弟，老弟。嗯、okay. 哎。他傻了，不要了这血龙，给他们了。没事，哎呀，吼，给他们了。吼吼，这不行，你就装尿急去厕所憋待一会儿是吗？对，你去厕所待会儿吧，兄弟们替你扛呀，替你扛呀。不是，他不会真去厕所了吧？搁家里挂机呢。没有，他估计在和直播间。真去厕所了呀，刚回来。他说真的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怎么怎么样巴拉巴拉，调整一下心态，现在心态非常好，大不了就是多一个 ID。 什么 ID？ 变相思考，可能能收一张办卡或者一个钻粉。我操，怎么这么多眼？096了，
小问题，我马上16。哎，现在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大龙该怎么？他们应该是去打大楼了。哎呀，给他们咋的了？都给，都给，都给！扎马基地不也给了吗？我操！感谢轰轰，你杀了几个？送来的88个弱机器，小老板的88个。哎呦，我天！我来守护你，铜柱，来不及了。他招大了，然后招闪了，也没让人动呢。对面是剑姬，也没比我好到哪去啊！我操，我看了一下。因为对面剑姬对位的是孙悟空，这剑圣不肥，剑圣只是。那你可能对对位的可能是 UZI 啊。大龙，我对位的还是 MVP 呢。哦，这把得单带呀，我感觉。单带这个波比装备有一点。感谢随手拍珠开通的钻石混尸。哥想我跟你说这儿一定快跑了。快跑。好，反对。反对一波，反对一波。没有探测到我们，真的没有探测到我们。这个蓝红 buff。哎呀你啊哇，这什么事了？带我一个。就是你的游戏理解吗？这一声，哎，真是没有想到。这神，他们每个草都有眼。带我一个小人。这神，来，兄弟们，把皇冠给这神戴上。你没看到，猴哥，他让我来逮我来了，这怎么办？中腿跑不掉了，我们退一个。那没办法了。上个手下塔能不能？我笑什么？我说了，我调整好心态了。感谢水手拍猪。玩的菜就不能笑吗？玩的菜就不能笑吗？不能笑吗？起来，杀了他！跑，妈的跑！完了！哎，我操！啊，他没死掉吗 ？Oh no！ Oh no！ 死了！可以，可以 ，nice， nice。玩的菜，玩的菜怎么了？玩的菜就不能笑了吗？玩的菜就不能笑了吗？玩的菜的人就应该去死吗？玩的菜的人就应该哭着玩游戏吗？哎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来，你追追你爹，追你爹，追追，全是对面的人，谁追你了？没有人想杀你。小炮啊 ，W 加闪现追我，我闪现加治疗暴露。哎，不对啊，那剑圣怎么 Q 出来的呢？他不是没道理能 Q 出来呀、啊？妈的，作弊狗！我操，是。你咋的呀？好打！我都不知道他在我面前装什么，在你面前装就算了吧，在我面前装什么？哎，操！我打他一回，他闪一回；我打他一回，他闪一回。你快走了。谁？小鹿啊！啊！这剑姬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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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凭什么玩？他凭什么？我都不懂了，在我面前装什么装？我676。他妈的傻逼方官还在笑，这种事情还轮得到他妈的别人动手？哎，逮捕！来，我们三逮捕！我操！哎，保护保护，先保护，先保护，破神！快跑快跑！小鹿过来吧！坏了坏了坏了！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们走吧。我飞。哎，他 W 了。这剑圣要干嘛呀？好好好，这个能杀吧？能杀吧，大哥？我操，我有助攻了！能杀能杀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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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坏了，看我的，我也不了一，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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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坏了坏了，有操作有点吃了，操作有点吃了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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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线吧，吃线吧，电脑
哎呀，不要老是投降，行不行啊？哎呀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你的积极精神，你现在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就是废墟了，你现在状况已经是废墟了，就没了，你现在只起没有路，你现在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了，你懂吗？对啊，你现在已经反正都烂成这样了，你投有什么用呢？都零杠十了，你还不打一个零杠十呢？我操，你还能怎么样？我还能再，我还能如何？你还能再烂吗？你还能烂到什么样吗？这是再烂也不过如此了。听见的情绪价值没？黑癌了。好意好意，拯救波神，拦住了，谁敢拦？快走！黑癌了，别关麦呀！没有关麦，没有关麦，在清兵发育，在发育，我们可以没有放弃，这里有眼吗？没有放弃，这里有扫吗？有扫描吗？有扫描吗？没有。我先把这剑尖给他逮了，他点一下，有眼睛他会亮的呀，傻瓜。惊弓之鸟，他看到小炮 A 了他一下，他指定。哎呀！坏了，上路好多人儿！哇了个巴子的，怎么那么多人儿？快跑，破神！你被进队了，豪哥。你是我们这个团队里唯一还像人的人，他不进队，哎、你进队谁呀、啊？咦，也不是。兄弟，留着给我 Q 好吗？你让我发一会儿呗。哎，没事，我上路摆阵，没事。杀剑圣，杀剑圣，空。哎，进不来了，进不来了。好空，好空，好空。上路是进不来了，上路进不来了，放心吧。啊！我再来个什么玩意儿？好多人啊！我嘎了！哇哇 ！KL， 尽情的输出吧。没事没事，交给我吧。KL， 好好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！哎！怎么退出比赛了呢？要上网了。我三秒，猴哥 ，3, 2, 1，别逃避呀、啊，猴哥！哇，猴哥好猛，好像个战神一样的。我他妈就不信。别急，两秒钟。不行了，打不动。我也要认真、啊。我有闪现。没事，闪过来，去啊！啥声音？哎呦，你还带个虚弱啊！你个逼！哎，行吧。哎，那你带个东西？你很牛吗？等一下，博士。啊？你很牛吗？你牛吗？哎哎！我操！哎，救救！弄他！干翻发杀！我操！我操！好快反应！好像没有大胆的。怎么样？干翻！非常漂亮！救命啊！晕！踩了！完了，没晕到。不是踩到了吗？他妈的！他那个 Q 出来了。扣胯挂逼！挂逼！他明明都踩到了，还能 Q？ 咚！哎，可以。没事，换下换他都不亏的。偷挂逼，偷开挂。你怎么你要 A 死我呀？你要干嘛呀？啊，什么玩了？给你什么玩了？你去吧，我走了。OK。没事，朋友们，我快起来了。好的。水银个勾吧，水银用了旁边会有一圈白的，还会不会人家有水银？会不会你没有脑子？会不会你没有脑子？没有脑子。这个皮肤有点可爱哦。可爱吧，小猫咪。不是，他到边上的时候，默认已经没了。那出点啥呢？这玩意儿呢？没啥出的呢。行。哎，啥玩意儿都买不了，我就是想去打个野。哎，玩小炮的人心胸都这么狭隘吗？你 Q 兵为什么不留给我 Q 呢？为什么呢？我来了。妈的，说他是挂，当时开玩笑。哎，为什么我被晕了？我灭他呀！这有人认真啊！我操！这有人真啊！我的妈！我的妈！好大招！真的是越来越难做。好意！快他妈的，打人太痛了吧！
朋友们，我三秒这一波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三兄弟，看我操作，就是你。好，小鹿有钉。哎呀，他不仅有敌人，他还给我睡着了。嗯，给你拉扯。我们五人头比是55-32。嗯，没差太多，差了一内一内。说句实话，这英雄不太厉害。差了那么一丢丢。怎么有人是3.0啊？啊，看看虚区吧，看看虚区吧。哇哦！